好，我现在在南宁衡阳国际，过来买点东西啊，顺便蹭一下这个空调很凉快里面。好久没过来了，这边的人气依然还是很火旺哦。衡阳国际还有万商城、万达都是几个南宁最顶级的商业中心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衡阳国际，还有万商城的这边，看一下这个人气哪个更旺一些啊？那我现在已经来到万商城了，这个也是南宁最顶级的商场之一了。看一下跟衡阳国际那边人流有什么区别。